使别人拥有优越感一点，渴望内心爽之心人皆有之。二点，高帽子的成本最低。三点，要及时肯定别人的长处。十五，感恩则不感恩。哪一个字，然后它就会出现人家有做的标签呢、啊？你看这么多种，这么多种。先打一个意志，然后你看相关的哈，跑掉了，要按右下角这个打勾才不会跑掉被遮到。现在打了，你看要显下面的，又不好向上滑，按右下角那个蓝色有打勾有没有？看，哦，下面就看得到。要得到那个标签呢、啊，然后贴在这个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关键字前面都有加警字，就是这个影片标签前面都有加警字哈，然后发布以后就可以点有超链接功能，就可以点按超链接。然后来看看那个影片数了，频道数了，又可以得到那个影片目录了，跟艺文有关的、艺术有关的影片专辑与目录。加个懒字啊，艺术展跟艺术展览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艺术先教艺术史，同样艺术，不一样的术了、啊。看这个术了、啊，你看。全选。物质啊，太长了，这个删掉。所以说得早多主的失寡主。嗯、啊，好，那听这个，听到那个。贴到那个频道，那现在这个要属于哪一种？很好吧？按右下角打勾，然后按上传，然后又按右下角，右下角媒体库有没有？按媒体库，然后上面那个自己频道的标志图，然后按自己的频道，看你的频道有没有？
然后来按社群，超链接项目要去推，滑手机嘛，去按那个社群，有没有看到社群？然后在社群，社群这边也可以贴文，贴上去咯。你看，影片标签都是关键字词，然后前面或者专有名称，前面加井字号。现在要发布了，有没有？要发布了。那发布以后呢？你看那个有井字号的字串啊，你看都变成有超连结，超连结功能。现在要开始来检查咯。现在按那个标签函后面艺术创作，有没有？点按艺术创作。哦，你看517部影片，157个频道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啊，那个叫艺术创作的专题影片的目录，你看这个艺术创作的专题影片目录，所以这个 YouTube 帮忙整理的，这样就快速拥有全世界的资源，全世界的丰富的影音资源、教育学习参考资源，有没有？刚刚上传的这个图片啊，现在左上角有没有天鹅呢？天鹅还不是一般的动物，还是天鹅。你要学艺术创作，你看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很多资源。你的影片的缩图，影片的缩图有的也都是做的很有美感。要得到影像，就是从这个 YouTube 影片资料库目录。就可以得到很多影像了嘛，各种主题的，金木水火土的啦，艺术人文啦，理化啦，英文历史地理，用学科来分，或者是用那个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来分，或者是用五行来分，这样就已经很多种了啦。然后就才可以找到很多图像了，可以善用这些图像，所以还可以善用这些影片呢，有丰富的学习资源。好，就这样哦。然后来再按第二个影标签叫艺术宣教，有没有？艺术宣教哦，你看这个很快就产生了影片资料库目录，你看这个就是影片数466部，频道有多少？哦，七个频道，宣教嘛比较不多嘛。就这样啊，就是这样。艺术宣教了，你看。然后再来，退出去，按左向左的箭头退出去，然后按第三个标签叫艺术史，艺术史，你看哦，171部影片。28个频道，有没有？有丰富的内容啊！有看到吗？你看到艺术史啊？哦，你看，影片资料库目录了，有丰富的学习资源啊！有艺术主题的，你看。
好，再来退出去，你看按向左的箭头退出去，然后按第四个标签译文特区，按译文标特区。为什么按下去就会有？因为在上传影片的过程打那个关键字词，前面加井字，打个艺术，先打个井字号，然后再打个艺术的艺，然后有那个标签可以用的都会列出来，所以我慢慢的收集起来。把那个字打好以后复制，然后贴到自己频道的社群贴文、发布贴文。因为有关键字词，前面有井字号，发布以后就有超连接功能。所以现在你看，点了译文特区这个超连接，前面都有加井字号，关键字词可以加井，前面加井字号。然后你看那个点按了以后，就马上有。哦，丰富的影片资料库目录了，要善用这个资源。大家退出去来，现在要按艺术室、艺术展览。哦，真的有艺术展览呢，290部影片，85个频道，也有叫艺术展的啦，差一个字的艺术展的。好，来看一下。看了艺术展览，哦，会动的文艺复兴还真有价值啊！在中国的话叫做《清明上河图》，《清明上河图》还会动的嘞，还有会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你看，然后中国大陆在河南省选个地方来建造那个场景出来了，嗯。变成游乐区，那后来有新冠状病毒，全球新冠肺炎病毒，严重影响到国际旅游业了，影响到商业发展了，影响到很多种行业经济啊，连那个教育呢，透过那个网络来线上开课。来进宗教类的要透过宗教网络，要透过网络来上课，网络课程。另外那个实际的地点的上课叫实体课程，嗯，这个叫艺术展览。啊，然后来看艺术史，这个术是。跟那个艺术的术不一样，不是那个 art 艺术，而是讲述那个叙述那个术。艺术史，嗯，还讲道理的嘞，你看还是讲道理的嘞，还是讲道理的，你看。那诗无邪的，何处非南海？至于道无家即西天，无家即西天呢？你看艺术史，哦，谭钟馗的抓鬼的钟馗，唐朝的，进士呢，长相比较丑，被那个皇帝羞辱，然后自杀，然后皇帝把他封为那个什么？封为什么神呢？唐朝那个选拔人才就是要看他的外相、表象、外貌、身啊，然后来看他的言谈啊，书看他的书法、毛笔字，字正则心正啊，然后来书判，就像阅读测验一样判，然后是听了话以后知道人家讲什么重点。深言书判呢、啊，这样以后才能够办案，才能够判案，才能够断案呢、啊。所以阅读测验呢、啊，还有知言呢、啊，知人家的言语、大要内、大致、重点等等，听得懂话、啊，你看，
都是真的是要训练的，不是会讲话而已，还要听得懂人家的话，人家的心声。这一段话里面的重点是，言为心声，到底对方的心声是什么？你看艺术史，现在在测试一个叫做艺术展，按编辑。点那右边，右边三个点，然后来，点按那个编辑。现在要加一个艺术展哦，展览，艺术展览跟艺术展，差一个字，对不对？那花布。发布以后，现在要点按那个艺术展哦。哦，你看还是有呢，而且跟那个艺术展览的那个出现的目录又不太一样了。你看艺术展的那个影片175部比较少了，艺术展览的可能比较多了，96个频道。看你丰富的内容有没有？丰富的学习资源呢、啊？想要学习的话，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学习资源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然后在这个频道的社群里面，你看，你发布那个贴文，你看你要寻找要搜寻的。关键字词前面加个井字号，发布贴文以后就有超链接功能，点按超链接。现在点按艺术展览，差一个字哦。哦，你看这影片就比较多了。这里艺术展览的影片数290，比刚刚好像170的就要多了。频道也比较多了。善用这个。宝贵的资源呢、啊，内容丰富啊！YouTube 帮忙完成了，结合全世界网络资源，再点那一个艺术展。你看哦，艺术展的频道反而比较多，影片数比较少，但是频道比较多。哦，神像白宫白艺特展，